由王一博主演的电影《无名》，王一博饰演叶秘书，叶秘书的原型人物是汪锦元，汪锦元是汪精卫的秘书，1909年出生于苏州，母亲是日本人，外表白净清秀，谦恭有礼，做事谨慎认真，深得汪精卫夫妇赏识。汪锦元在汪精卫身边担任高级秘书及日文翻译官。1940年到1942年期间，汪锦元运用其特殊身份，成功打入政权高层，结交权贵，自由出入各机关，出生入死为党工作，并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机密情报，建立功勋。剧中演绎亦正亦邪。老生徒さん、今そのいかん。なのべ。我进去。哈子，韩宇，大年初一，王一博，我们无名见。